我回来啦！阿草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怎么背着我先录起视频了呀？大家好呀，我是佳然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呀，因为是第一次见面，大家肯定还不了解我吧？嘿，那看完下面的30问，大家一定会对然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废话不多说，那就开始吧。30问 ，start，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 佳然答案呢？然然，哼，不穿。双鱼座，3月7日。原来还有不知道的吗？快加个粉丝团！ 是偶像，吃！爸爸妈妈喜欢，能吃饭不能吃辣，合格的干饭人永不挑食。哎，因为有个地狱管家婆。 玩力口乐唱的歌，八嘎黑台斗黑台。阿草是人类的好朋友，哪有衣服装啊？啊！谁关的灯？刻苦练习。 化为灰，关注然然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吃麻麻香，身体倍儿棒。机智可爱1.8米，带脑子，去腥，学厨艺。我想静静。好啦，阿草别沮丧啦，快来！那今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啦。喜欢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一键3连哦，爱你们！